第七题，试求下列各式的值。第一小题 ，sin 九十度加 cos 一百八十度加 tangent 三百六十度。第二小题 ，sin 零度加 cos 九十度加 tangent 零度。好，零度、九十度、一百八十度、三百六十度，其实这个类就是象限角。好，那象限角呢，还有一个270，这里没有写到。OK， 那这个象限角你要算它的角度的时候呢，一样还是拿出我们的十字架，而且呢，不要担心，它没有很困难。好，那我们这边，我们这边呢，应该呢，老师上课有讲过，但是通常回家就忘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听一遍。我们要用象限角，在象限角的话呢，看象限角的三角函数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参考圆。好，那参考圆呢画的不太圆，但是你要知道它是一个圆，那把它画上去，这个第一个点，好，跟 X 轴碰到的第一个点就叫做10。好，那这个点是要给谁用的？对，给零度360度用的。好，那第二个点呢叫做01，给谁用？给90度用。好，那第三个点呢叫-10，对，给180度用。最后一个你一定知道啦，-1是给270度用。好，这怎么用？象限角，好，不管你是零度的角、九十度的角、180、270的角，所有的人的 R 值都等于一。那剩下的话呢，你就是看这个 X 跟这个 Y 了。好，那 X 跟 Y 是要看 sin、cos、tangent、cotangent 这个三角函数用的。所以呢，几个要先讲的，这 X 呢就是这个 X。R 呢永远都是一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哦，我尽量写慢一点，因为这个呢很多同学都会觉得老师在讲好像飞天钻地，结果自己写就不知道在写什么。好，好，来我们来看哦， sin 90度，我找到90度的这个角是01。好，那 sin 的值呢是什么？ R 分之y， 好 ，r 分之 y， 我把它写清楚好了 ，r 分之 y， 好，那这个 r 呢，永远是一，对不对？r 永远是一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写上一。好，那 y 是多少？90度的 y 呢是一，所以呢，我也把它写成一。好，再来 ，cos 180度。cosine r 分之 x， 那 r 永远是一。好， x 呢我就要看180度的 x， 180度的 x 是-1，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写-1。好，最后一个 tangent 360度tangent 的值呢是 x 分之 y。 好，那360度呢其实就是零度啦。好，所以 X 我们就写一 ，Y 呢就写零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把它写上去吧。一分之一是一，一分之-1呢是-1，一分之零是零。好，所以一加-1加零，所以我们的答案呢是零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做第二次看看。那你也可以先暂停我的讲解，那你自己试试看，再来看看答案对不对哦。好， sin 零度加 cos 90度加 tangent 零度。好， sin 零度， sin 呢是 r 分之 y， r 永远是一。好，那 y 的部分呢我就要去看零度的 y， 所以零度的 y 呢是零。好，再来 cos 90度呢是 r 分之 x，r 永远是一。x 呢我就要找90度的 x 是零。再来 tangent 零度 ，tangent 呢是 x 分之 y，
零度的 x 分之 y， 所以一分之零。好，所以呢都是零加零加零。好，那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叫加零，然后又姓林呢？那你可能就变成听到我在叫你哦，零加零。好，开开玩笑，大家继续努力吧。